地生物包罗万象，动物、植物长久以来一直是相辅相成的互助生活。植物提供给动物氧气，动物提供给植物二氧化碳，一直呈现平衡的状态。不过今天的台湾，我们的植物生病了，它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来恢复原有的美丽模样。我们现在就先去看看台湾的植物原来的模样是碧绿的，多么迷人。虽然现在下着毛毛小雨，但是仍然不减游玩的兴致，反而呢让复原森林游乐区变得更有诗意咯。现在我们就一起出发去看看这里美丽的森林景致。复原森林游乐区就位在孕育出好牛奶的花莲县瑞穗乡。游乐区的导览员邱大哥跟我们说，瑞穗乡的好空气，再加上占地190公顷的游乐区，全都种满了樟树林和原始阔叶树林，让复原森林游乐区成了民众想要吐纳分多金的最佳所在地。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哈，就是我们游乐区的樟树林。嗯哼，那全台湾最大的樟树造林就是在我们游乐区。真的？哎，那我们总共有70公顷的樟树造林。哇，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赶快下去做个森林浴了？好，那我现在带你去。好。在寻访樟树林的路上，我发现游乐区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带给游客不同的惊喜哦。穿过吊桥，抬头一看，听邱大哥仔细的介绍游乐区的生态环境。越过小桥，低头一望，湖中的鲤鱼还会热情的游来打声招呼，很可爱吧？游乐区特别的还不只是如此，在这个入秋之际，枫叶片片飘落。随手拾起一把枫叶带回家收藏，这可是游乐区送给我们最天然的纪念品。坐落于樟树林间的小木屋更是全都用原木建造的，嗅着清新芳香的空气，来这里你一定更能体验森林的美丽。走进自导式步道后，邱大哥说我们离樟树林区也越来越近了。哎，等等，这个是什么标志啊？对的，为什么不能摸？哦，因为这个是有毒植物。这个叫做咬人狗。那你去摸它的时候，你刚才这样摸，你会被它底下的纤毛刺到。哦，它下面有纤毛会咬人哦。对，所以这个叫咬人狗。咬人狗。纤毛你摸到的时候会红肿痛三天哦。痛三天，还好刚刚没摸到。对啊，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摸到会怎么办？没关系，我教你怎么样去解毒。好，你看这边。原来被咬人狗咬到的救命仙丹，就是这个圆圆又大的叶子，它就叫做姑婆芋。哎，你看，这边有姑婆芋哦。这就姑婆芋啊。这个就是咬人狗它的解药。要怎么解药？姑婆芋你把它的筋把它割掉，它会流出白色的乳汁。那你这个白色的乳汁就来涂你擦上来，对你受伤的地方。但是你在涂的时候，涂到稍微不会那么痛那么痒就可以了。因为你再涂太多等一下就变成姑婆芋中毒了。所以它本身也有毒。对，它本身也有毒，所以我们这个是用酸碱中和。这个是酸，咬人狗是酸，然后姑婆芋它是碱。好有趣哦，以毒可毒就对了。对。那它可是又不一定它跑。往前走个3分钟，我们终于到达了全台湾最大的人工造林地，也就是我们寻觅已久的樟树林。那我们现在看到你看到一个很大棵的树哈，它身上又很长满了很多东西耶。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樟树啊。那这边你所看到的每一棵都是樟树，很漂亮。这个是山苏、芽樟蕨，全都是寄住在樟树上的房客，很特别吧？在历经了40多年的自然演替，浓密参天的樟树让林区显得更加的原始自然。不过奇怪了，这树上一个个的小洞是怎么来的呢？本身你看这个樟树啊，它上面是不是有很多洞？这些洞就是当时候它还活着的时候，鸟在上面筑巢。所以它这樟树的话你看它身上不仅可以让很多植物住，它也可以给动物住。好棒哦！对生态来讲，原来这小洞就是鸟儿洞的手脚。你看这洞的位置都这么的低，想必啊，游乐区的鸟儿一定都不怕生。不过樟树可不仅是对动植物有帮助哦。它对人类生活的帮助更是不少。那樟树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吗？一般的话像樟树这个，像这棵枯掉的嘛，它这个本身它可以拿来做家具。
然后它的木材哈，也可以拿来提炼那个精油，樟脑油。对，就是樟脑油。樟树可是天然的防蚊液，因为啊，它的叶子会吐露一种很特别的芬多精，让你完全不会受到蚊子的攻击哦。那我们知道樟脑油的味道，这个有味道吗？这个没有，没有味道。那是哦，那所以像那一种就会有。对对对。啊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地上捡一片叶子啊哈，我们把它揉一揉，那这个樟树它就会有散发出它樟树。真的。这个叶子就会有味道。也有高灿茶的味道。因为这个叶子可能比较新鲜。嗯哼哼。哦，很舒服哦，这里。那我们游乐区哈，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哎，大哥啊，你要去哪位？大哥，你在干嘛？哦，我在拔除这个小花曼泽兰。小花曼泽兰是什么东西啊？哦，这个小花曼泽兰哈，你别看它这样小小的，它哈长得很快，而且繁殖能力很强。然后它会沿着树这样爬上去。然后爬到最上面的时候，它会把整个树盖住。然后盖住之后，树就不能行光合作用了啦。所以树就会死掉。哈，它会让一棵那么大的树死掉吗？对啊，而且非常壮观哦。这么一个小东西就可以让一棵树死掉哦？对啊。那我们现在台东那边还有在铲除小花曼泽兰，如果你想要看整个经过的话，你可以到台东那边去看看。啊，真的哦？那我们赶快就去看看这种小东西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它铲除掉呢？话不多说，马上跟着我这气质美少女组成的森林特派小组一起往台东出发喽。要做森林浴，还要注意几项原则哦。第一，要选择一大片的树林，越远离尘嚣越好。第二，要在森林中步行最少3个小时以上，直到身体出汗，毛细孔扩张。第三，要多做深呼吸，好将体内的废气排出。第四，要穿具有吸汗透气效果材质的衣服，这样才能够达到身体吸收芬多精的最大功效哦。我们现在就要跟着砍伐小花曼泽兰的团队开车前往台东的大武乡去拯救森林了。突然间啊，车上的人全都议论纷纷，让我也忍不住的向右张望。往右一看啊，这景象还真的吓了我一大跳。原本是片绿意盎然的梦土，现在却整个被曼泽兰给覆盖，树木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完全被剥夺了呼吸的权利，变成了杂草丛生的恐怖景象喽。一样是花东地区，有别于美丽苍翠的森林，这里却是荒芜一片。而造成这片景象的最大罪魁祸首呢，就是素有植物界杀手之称的曼泽兰。曼泽兰之中，又以小花曼泽兰对台湾的林木伤害最大，而且啊，只要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光线充足的土地，小花曼泽兰就有办法迅速的成长。在询问过林管处负责拯救台东林地的黄宪瑞大哥之后，我才知道小花曼泽兰原来是产于南美洲，以前台湾并没有它的踪迹。不过啊，被国际生态界称为绿癌植物的它，却在20年前在屏东地区第一次发现了它的存在。据说当时是因为从国外引进中古的农具，不小心就把曼泽兰给带进国内了，造成了现在对林木的浩劫。王大哥，曼泽兰对我们的生态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吗？因为曼泽兰是外来树种，它侵入本省以后，对本省的植物，包括树木、森林，它会造成一种覆盖的效果。这个覆盖啊，让原有的植物上升生机，甚至死亡。这么严重？对。还有这个曼泽兰，因为它生长很旺盛，在干燥季节的时候，造成林地内很多
杂草枯树落叶，容易引起森林火灾。嗯，它这个森林火灾对这个整个啊、哦、生态的破坏更是惊人呐、啊，啊、哦，还有这个半泽兰，因为侵入本省以后，生长蔓延性是、嗯，它会排挤本省原有原生树种，嗯、哦，甚至原生植物，以致消失死亡。啊，这对生态的平衡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嗯哼，小花曼泽兰恐怖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种子，每年十。